上海日报的各位读者大家好，我是《龙马精神》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杨子，非常荣幸可以在4月7号将这部影片带入影院，希望届时大家可以愿意走进影院去支持我们这部电影，去感受我们里电影里的那份对台前幕后的电影的工作者们的那份爱和敬意，尤其是我们对成龙大哥的那份爱和敬意。很开心，借这个机会跟大家问好，因为真的这3年的疫情对全世界演艺人呢太不容易了，今天可以带着我们的作品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我相信龙马精神会带给你很愉快的一个周末，除了是拍我自己之外，可以说是跟全世界的武行 stuntman 特技人致敬。这十几年来你可以看见我不断地在变，其实我一直在变，通过他们更给观众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是动作演员，我是个演员，但是我会动作。跟马你要有一套去训练马啊，你要跟他讲话，你跟喂他吃东西啊，怎么喂吃东西都要小心，咬我哇，他叫我起来的时候那个咬，他不是咬衣服，他连那个皮一起咬啊，我又不能躲，你啊不啊，好很疼，但是蛮好玩的。今年是我入行60年，只要你肯做，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现在我就以演技多过打，希望做一个好像中国的 Robert De Niro， 我要给观众、也给导演们、也给投资商、也给编剧们知道。哦，我可以多方面的，不是只是醉拳，只是警察故事。上海朋友，好，我是成龙。